现在那这个车，现在他们压力从这里高了点去。就是整车抓起来就不用了，但是他面不行，你就看着整车抓着你过不去，一个面子。啊，你家媳妇来，我也这么厚这么宽，光哎，媳妇怎么着的？你搁这边打他啥用？但是这个车吧，是一样的，那最好这个阳台车站这个，那不然你再聊着。这个面没办法，你看了。不是，你妈妈，你这个腿脚这个干嘛的啊？